人的表現，很多時候過分想表現自己呢，就導致到即係喺嗰個分析上啊，喺嗰個處理上啊，就會出現嚴重嘅失衡。嗱，張志剛係一個典型嘅例子嚟嘅，啊，即係你講喺呢個能力方面，佢未必弱過，佢肯定好過呢一個嘅啊新聞統籌專員啊，即係肯定好佢好多。咁但係喺處理重大問題方面咧，嗰種急於呢個嘅邀功啊，急於達至想嘅效果而缺乏具體的公共行政經驗。主席，其實公共行政是一個很專業的範疇來的，即是你不從事過多年，實際上在個圈子裡面正式打滾和參與過政策的制定、政策的執行，和在處理問題方面呢，是面對過群眾和傳媒呢，就好容易俾個環境牽住個鼻子走。咁而當你急於求成嘅時候呢，就會出現掌握呢一個嘅問題方面呢，出現呢個偏頗啊，掌握民意方面呢，即係出現呢個嘅錯誤。咁你當你出現偏頗同埋錯誤嘅時候，必然喺即係應對方面同埋喺處理方面呢，就即係會將嗰個問題呢是不斷惡化，這個正正就是董建華當年呢，即是小事化大，大事就變災難，是吧？你掌握公共行政的，你就懂得處理危機呢，是大事化小，小事呢就變於無形。咁但是即是近期的政府呢，就是好多時候是自我製造危機，而製造危機同埋製造呢一個嘅民望嘅低落，正正就是類似張志剛啊呢一類咁樣嘅人士啊，歸為行政會議成員咧，但係就不斷為政府咧係製造呢一個嘅災難。咁所以喺眾多嘅人選裏面咧，即係不約而同啊，喺我同埋啊陳志全同埋啊梁國雄議員嘅心目之中咧，呢、這個既然係現時行政會議嘅第一號嘅打手。啊，梁振英嘅第一號打手，咁啊，大家都知道啲政治打手製造災難，成個文革就係咁樣出現啦，係嘛？所以要減少呢個對政府嘅災難咧，其實踢佢走係幫梁振英嘅啫，係嘛？踢走咗呢啲打手咧，即係政府嘅聲譽民望都會因而有所呢個嘅改善。咁所以第一個要踢走嘅咧，就係呢位頭號打手張志剛。咁第二位咧，就係亦都同阿陳志全議員相類似咧，就係羅范昭芬。咁其實我認識呢位女士都好多年啦，即係佢在任政府官員嘅時候嘅表現嘅問題，呢個唔再重複啦，啲議員都講咗，同埋即係同佢實在現時嘅情況呢係未必有必然嘅關係。咁有一啲做官嘅時候即係好惡劣、好差，但係轉咗之後即係做其他嘅職位呢，可能係會有所改善。即係點解我特別即係覺得佢嘅問題在眾多行政會議成員之中呢，是較難接受呢，即是我自己感覺到他的私心很重。我簡單用一個例子，即是費事講太多例子呢，又說我們即是這個的侵罪。這個例子是我親身經驗。即是我們即是在這個議事堂這麼多年呢，特別梁振英上場之後，有不少的議題我們都有強烈的反應，同埋即是都作了很多的政治的姿態同埋行為呢，是挑戰甚至是衝擊呢個政府。咁但係咁耐都好少見呢位女士呢，特別揾我哋，特別揾人民力量呢去商討有關嘅問題。咁但係早幾個月前呢，佢就即係多次要求之下呢，就終於約咗我同阿萬必啊，即係人民力量呢兩位議員呢，係正式會晤，好誠懇咁樣呢約我哋會晤商討有關呢個問題。咁原來就係商討，咦，即係政府咧係好希望啊呢一個嘅創新科技局啊可以再提出啊，咁而好希望咧人民力量啊唔會用呢個嘅各種嘅手段同埋方法咧去阻撓啊呢一個創新科技局嘅成立。咁我好奇怪，我即刻問佢，喂，係咪第日你做呢個局長啊？咁啊，即係佢個態度就未到斬釘截鐵啦，係嘛？咁但基本上都講佢唔會做呢個局長，我哋都相信佢唔會做呢個局長啊。
咁啊，因為即係似乎許家嗰個嘅情況咧，都未必會再全職任職呢個嘅啊呢個官僚架構裡面嘅高位。咁但係最近已經有啲傳聞咧，就會話會去，即係話日後如果真係成立到呢個局咧，有關呢個嘅創新科技，即係有啲嘅組織啊，譬如成立一個創新科技局，類似一個委員會嘅組織咧，呢、這個組織嘅主席咧已經傳聞係由佢擔任。咁就大家如果記得有前科咧，就係佢協助梁振英助選嘅時候咧。即係已經有傳聞話佢會日後會有重要嘅職位俾佢，咁當時佢已經公開講咗咧，話佢唔會接受任何呢一個嘅公職。啊，行政會議成員，我諗喺任何市民心目之中咧，必然係公職嚟嘅。咁所以即係之前講話佢唔會接受任何公職，最後又做咗行政會議成員咧，這個明顯係誤導啦，即係或者係一種又係用議員嘅藝術。啊！即係去呢個嘅扭曲，即係先前某啲嘅承諾，或者係即係某啲嘅講法啦咁。咁所以喺眾多民生問題，喺眾多政治問題，喺眾多即係議會同埋呢個行政之間嘅衝突同埋矛盾問題，呢位女士作為行政會議成員，又同我哋有咁多年嘅關係，你都好熟悉我哋嘅。係嘛？即係如果你係真心為梁振英政府、真心為呢個香港、真心為呢個市民服務嘅，應該有好多嘅議題揾我哋傾啦。但係差唔多係從冇喎，從冇就任何嘅重大政府公共議題，即係揾我同阿陳志全議員啊，就翻我哋即係嘅意見啊，即係飲杯茶、食個包啊。即係或者約埋阿黃國興一齊飲杯奶茶，即係傾下偈，冇喎。到政府初步嗰時係初步嘅啫，政府係初步構想啊，因為嗰時我了解咧，政府內部係有唔同意見嘅啊，關於即係會唔會呢個創新科技局再闖關，因為大家都記得咧，早前即係呢個嘅5C14局，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啊創新科技局咧。就因為呢個議事處理嘅程序問題咧，最後係胎死腹中。咁所以政府重新想引入呢個嘅時候咧，政府高層內部都係有唔同嘅講法。咁但我理解咧，即係阿羅范咧就勇字當頭拍曬心口，就話呢件事咧就由佢領導同埋由佢呢個嘅處理啊。我又唔係好覺得羅范招分過去就翻創新科技有好嘅經驗，或者係有好多嘅言論，或者係有好深入或者係深厚嘅認識，係嘛？即係如果你係工業界出身，或者係喺呢個嘅即係資訊界，或者係喺呢個嘅電訊界出身，你喺呢方面係有好豐厚嘅經驗同埋熟悉。你話要領導呢一個嘅政府去爭取成立，咁呢一個即係或者係基於佢嘅專業，基於你個人嘅喜好啊，咁就有。啲表面嘅理由，有部分表面嘅理由可以信服公眾，你係一個合適嘅人選啦。咁但係突然間，即係喺從冇任何嘅背景、從冇任何嘅資料顯示情況之下咧，突然間走嚟又算我哋兩個就話講呢個嘅有關創新科技局嘅問題。嗰時其他方面，即係包括民主派有啲議員支持創新科技嗰啲咧，都未向公眾咧。即係表示呢個態度，話要求政府成立嘅，亦都傳媒亦都未有任何嘅討論啊，有關呢一個嘅問題，即係好早期咧，佢就已經啊，即係先示出咧，就要就翻呢個問題咧，要幫政府呢個意圖咧係清除呢個嘅障礙。咁當然，我同阿陳志前議員好清楚向佢表達，即係我哋一定唔會接受呢個局嘅成立。咁但係最後都即係政府都決定闖關啦。咁但係從呢一件事顯示咧，即係究竟佢做嘢係為香港市民、為呢個嘅梁振英嘅政府，定係為個人嘅利益、個人嘅名望咧？咁呢個係可圈可點。即係我自己嗰個嘅演繹就係、
即係嗰個處事態度同埋方法，同埋嗰個選擇性嗰個嘅處理問題咧，係俾人一個極度即係惡劣嘅一個嘅情況。咁所以即係按照呢個嘅修訂項目第三十嗰個嘅建議咧，就係、是、削減行政會議兩名成員嘅全年嘅薪酬嘅開支咧，係總共呢個168萬，數字就唔係好多嘅啫。咁當然我哋即係就算係成功刪除咗減咗呢個168萬都好咧，最後係咪呢兩位人士被即係隔除職位咧？呢、這個即係未必如我哋所望，但係即係提出呢一個嘅修訂，即係嗰個理念。同埋個原意呢，就係頭先我所嘅解釋。咁我跟住想簡單講講呢一個嘅修訂36同埋37啊。咁就嗱，呢個修訂36呢，就係、是、削減大約相當於行政長官辦公室特別助理全年薪酬預算開支嘅109萬。剛才我講了幾個嘅特別嘅政治委任嘅職位，咁呢一個特別助理呢，亦都係屬於其中一個委任嘅職位啊，即係現時坐緊呢個位嘅呢，又係咁巧，又同文匯報有關嘅，即係呢個即係特首辦呢，以前啲人就話即係嗰啲嘅局呢，就係、是、或者一啲即係政府嘅法定機構呢，就係、是、退休高官嘅俱樂部。哇！家下呢個特首辦成為文匯報嘅即係前僱員嘅俱樂部，係嘛？即係當然啲前文匯報啲前僱員去咗特首辦嘅人工，即係隨時高過文匯報嘅社長啦，係嘛？呢、這、一個嘅職位嘅年薪都109萬，即係我相信文匯報嘅社長年薪冇109萬啩，係嘛？咁啊，呢、這、一個嘅人員咧就係、是、亦都係前文匯報嘅政治版嘅前採訪主任啊，邱平飛，咁啊，佢俾人認識咧，當然好多傳媒認識佢啦，我就麻麻地認識啦。即係我認識佢，睇到佢個名咧，就係、是、因為佢訪問咗梁振英，做咗一個三頁紙嘅訪問，講梁振英，講呢個梁振英點樣種菜啊，放假唔會睇電視啊，即係整個訪問係只談風月啊，不談工作啊，好明顯係呢個形象製造啊。頭先阿長毛講呢一個嘅政治化妝師，其實呢啲咁嘅訪問，咪係政治化妝師嘅工作咯，係嘛？咁其他委員要發言，梁耀忠議員。主席，我琴日嘅發言咧，係主要圍繞住我哋特首嘅個人嘅行為啦，同埋佢喺施政嘅方針上高。好多違規嘅地方，同埋點樣唔符合呢個民情民意，所以我好贊成咧，其他幾位同事佢提出削減特首辦同埋特首嘅薪酬嘅開支。而今日咧，我係想發言咧，係支持同事咧係其他嘅削減嘅項目，其中係包括咗咧削減150萬嘅有關佢外訪嘅開支啦，同埋佢係70萬嘅作為籌作嘅開支嘅。主席。首先我要表明一下，特首外訪呢並非不重要，不過呢是要視乎個實際情況而定的，特別是呢外訪之後能不能夠為特區或者是特區政府呢帶來有效 的幫助，而並非是為他個人去建立關係，或者是為自己未來的發展呢而打基礎的。我相信這個準則可以說是不言而喻的，每一個的特首其實應該自己都明白，在他操守上高應該都要自己去有個規管自己，但是很可惜，無論在上一屆以至今屆的特首，我們都不能夠去看到他們能夠達乎一個原則，而恰巧地呢反而令人覺得他們正正是剛剛是相反，就是他利用這些途徑去為他自己的未來是鋪路的。當然主席，上屆曾蔭權呢他已經過去了，我們要追究呢都不容易，而事實上呢說查他那個的貪腐的行為呢，我們的廉政公署已經談了一年多了，
都仲未有一個任何嘅進展，呢個令我哋遺憾嘅。但係對於今屆，我覺得我哋就唔應該再放鬆嘅。但係正正我哋話唔可以放鬆，咁但係點樣去唔去放鬆呢？點樣收緊呢？點樣睇緊啲佢呢？就亦都好可惜，主席。等於我昨天所講過，我哋目前咧係冇任何機制去睇緊佢，而況且我哋特首辦對於呢啲嘅活動咧，嗰、那個透明度係差唔多係等於零嘅。我哋根本就唔知道佢去完之後乜嘢嘅作為，我哋都唔知道咧同我哋建立咗咩關係翻嚟，只係知道去外訪，而咧當然啦，佢不得不向我哋公布佢嘅開支點樣啦。但是真係咧個實效就見唔到啦，咁所以咧我哋覺得呢啲咁嘅措訪，呢個外訪咧係值得我哋關心同埋關注嘅。而事實上，我哋特首，我哋新一任嘅特首梁振英咧，佢上場咧喺過去廿幾個月裏面嚟講話咧，竟然間平均咧最少一個月都去一次外訪。剛才有同事已經講咗啦，即係佢差唔多係外訪多過做嘢咁樣，真係好慘嘅，真係嚟講係。但係佢外訪咁多，我哋好可惜，我哋冇機制去監管佢。而事實上，頭先我講過，監管都唔容易。所以咧，今次有議員提出話要係削減呢個外訪嘅開支，我係真係覺得係非常之同意，而且成日覺得係非常之有意義。因為若果能夠成功地削減一個嘅一項嘅開支，咁佢就冇機會去亂用啦。咁其實主席，我講佢亂用呢，其實已經係好俾面佢。其實講真一句嚟講話呢，根本佢係濫用就真。點解咁講呢？其實喺過去，我剛才上個位議員已經講咗好多次，佢去嗰啲地方根本就係即係連嗰個地方我哋都唔知喺邊，即係唔係好熟悉佢喺邊度之外呢，其實真係睇唔到同我哋咩直接或者間接嘅關係。咁雖然佢去啲外訪有陣時使好多錢啊，有一次就試過咧使一個人咧使成100,000嘅。咁有陣時使嘅錢咧當然係即係唔使使錢啦，零啦，但係就算佢唔使使錢，係咪就值得去外訪咧？譬如我舉個例子啦，就喺2013年3月21日。去咗深圳，咁主席，你知唔知佢去深圳做乜嘢呢？原來佢深圳咧就係、是、出席希馬林順潮嘅眼科醫院嘅開業典禮。其實主席，你覺得一特首去呢度有冇需要呢？就算有需要啊，係咪一定要自己去呢？一個眼科醫院嘅開業典禮，其實我覺得反而高永文醫生去咧，反而仲恰當啦。一要去嘅呢，所以即係作為一個特首，係又去唔係又去，去嚟做乜嘢呢？我哋真係完全唔知，又冇監管。咁因此，我覺得就算有時佢唔使使錢啦，咁當然有人請佢啦。呢啲嚟講係，咁我覺得都係唔應該去㗎嘛。咁所以我覺得呢，喺今次我哋要削減呢個項目裏面嚟講呢，我希望俾個警惕俾佢，希望我慎重一下。就是要當他要決定一個外訪之前，想究竟有沒有需要的。主席，當我們講到需要的時候，當然由於我們很缺乏資料，我們很難去衡量每一次他外訪的需要性是怎樣的。但是正正因為這樣的原因，我很期望呢，就是今次的削減呢，這個開支能夠令到特首辦能夠制定一啲嘅規則或者指引出嚟，去防止特首濫用呢個權力，去為佢自己個人嘅前途咧去鋪路。我都唔想繼續佢可以好似頭先范國威議員所講，佢去咗地方真係都唔知道做啲乜嘢咁樣。所以咧，如果政府是不想我們削減這個項目，削完今年就算不得都好，我相信明年呢，我的同事都會繼續提出來的話，就希望他呢是盡快好像我所說制定一個的指引和制定一些規則出來，究竟是怎樣去做什麼，去完之後
會唔會公開所有嘅內容俾我哋知道，對香港或者特區政府帶嚟乜嘢效益咁樣？呢啲我覺得係需要做到，而咧去防止或者係壓止呢種嘅濫權嘅行為，為佢自己個人未來鋪路。主席，我咁樣講係有需要嘅，點解呢？因為過去佢啱啱上場咁短時間，佢已經咁做，而未來日子我相信情況會更加會惡化落去。因為點解呢？因為未來日子就係會係關係到佢未來會唔會係繼續連任呢個問題。即係如果佢真係想繼續連任嘅話咧，我好擔心佢會繼續咧去利用呢啲外訪裏面咧去打好佢自己的關係。因為大家知道啦，要選呢個特首一定要上高壓頭嘅。呢、這個打關係就係讓佢壓頭，這個機會係大嘅時候嘅話咧，佢就會做多呢點嘅行為出嚟。咁所以咧就係、是、希望盡快能夠有一套嘅準則，有一套嘅指引出嚟，同埋咧呢啲嘅行呢外訪完之後咧，應該係公布所有嘅實際情況出嚟嘅。主席。特首除了外訪的情況是驚人之外，還有宴客的問題。特首上任之後，就是共款客就大概是有296次的，而上一屆呢就已經有是136次，而今年都未完，就已經是有160次了，比上屆多了，大大超越了上屆的數字，因為現在還未完，這一屆來講。咁而上屆咧用咗咧係305,624元，而咧今屆幾多錢未知道，但不過我哋又要預留嘅係70萬，咁即係話咧係佢上一屆嘅使費嘅差唔多一倍，大幅咁增加咗。主席，其實咧係宴客係一個好普通嘅事嚟嘅啫，本來就唔值得一提嘅。但係點解我都喺度要提一提咧？因為我覺得我哋特首梁振英咧同其他嘅特首唔同。因為他很多時候利用這個位置就做一些行為，是不是為一些政務去做，而是很多時候都是為他自己個人去做，去賣人情，去打關係。我記得主席在董建華年代的時候，我們梁振英他只是一個行政成員，可能他是召集人，他竟然間是會借用到這個禮賓府去宴客，去宴請一些專業的精英。真的主席，我不知道為什麼這個禮賓府為什麼可以這樣借用，他不是特首，禮賓府是作為呢是特區政府是去招待外賓或者是特首去使用，但竟然間我們一個行政成員都可以借用。而當時呢很多的媒體都不斷批評這種濫權的情況。咁而家佢又不斷去請客，請客會唔會都係為佢打個基礎呢？因為上一次咁樣請客，請咗專業精英，我真係唔知道同政務有咩關係。除咗佢真係頭先所講，可能佢係炫耀下自己啦，個地位啦，或者就係乜嘢咧？就係、是、買人情，或者係乜嘢咧？甚至乎就係為佢未來嘅鋪路。咁所以變咗，我覺得如果佢即係未來嘅時間裏面咧，其實為了他自己可能連任的情況，這種的宴客情況呢，我都擔心是會繼續是嚴重或者惡化下去的。而看到今次那個的預留款項裡面70萬呢又比他這樣增加了呢，所以我覺得真的是有擔心的存在。其實主席，以特首他年薪422,560元來講，如果他真的宴客70萬一年的話，其實他足夠能力去應付，如果是為私人的事務來做的話，就不用令到我們用公帑來支付這筆錢。所以變成我覺得呢，就是希望削減這70萬，亦都是希望呢特區政府能夠制定一些的準則，是什麼情況底下面用這筆錢。主席，當然啦，即係我唔係想要有一個清教徒式嘅特首，但係不過我哋希望有一個嘅
不是胡亂揮霍，而且不是為自己前途鋪路而大灑金錢的特首。而主席，我更加很希望藉著今次削減項目呢，能夠令到特區政府能警惕一下，這些錢是市民大眾的錢來的，是應該使得其所，而不是去為一個人的利益而去使這些錢。而所以呢，我們希望透過這個的削減項目呢，迫使到特區政府是制定一些的準則，制定一些的有效的制度，去令到我們建立一個清廉，只能夠防止有人呢以權謀私的做法的。我希望有一個的好好的制度，而且從對這一切制度呢能夠透明的，讓市民大眾能夠知悉所有的一切的。主席，本人謹此陳辭。